史上金额最高、拼斗过程最戏剧化的四 G 千亿标案，10月30号揭晓。首度由科技代工业转入电信服务业的鸿海集团，一口气拿下两个频段。董事长郭台铭更已经准备好要挑战原本的电信市场巨兽中华电信。4G 呢，就是能够这个传送大量的数据那真的 4G 会改变很多人类的生活。在这次 4G 千亿标案的争夺战之中，郭台铭就好像美国队长要挑战中华电信这个大巨人一样，双方一路追价搏杀，最后在价值最高的 C5 帝王频段，郭台铭虽然考虑成本而放弃，让中华电信稳坐电信龙头，可是郭台铭却改走合纵策略，准备找上台湾大来结盟，就是不愿意再让中华电信当老大。事实上，台湾大这次在 4G 标案的表现被业界形容有点落差，但过去跟台湾大蔡明忠有过合作经验的郭台铭，如果能够在 4G 成功结盟，加上他之前擅长的杀价竞争策略，以及他目前放话明年 4G 大家谁运作的时候应该就是 voice 跟 text 是 free， 如此一来对中华电信来说绝对是一大威胁。有趣的是，郭台铭打算用结盟方式挑战中华电信时，另外一家新进业者鼎新集团也想跟亚太以及威宝电信合作，以求壮大。这么看来，未来电信业变成战国六雄，一番腥风血雨的征战势不可免。